72小时打一字。72小时打一字是经。72小时是3天，也就是3日，三个日字组合在一起就是经字。猜字谜常用方法有笔画加减法、笔画交代法、笔画谐音法。这道字谜用的是笔画谐音法。猜字谜：一、山上还有山。出。二、十张口，一颗心。思。三、说它小，下变大；说它大，上变小。尖。四、一只黑狗，不叫不吼。墨。五、差1.6斤。冰。六、家中添一口。好。七、自小在一起，目前少联系。省。八、点点成金。全。九、一人一张口，下面长只手。拿。十、四面都是山，山山都相连。田。十一、种花要除草，一人来一刀。画。十二、存心不让出大门，你说烦人不烦人？闷。十三、一只狗，两个口，谁遇他谁发愁。哭。十四、皇帝新衣。席。十五、一点水准。怀。十六、格外大方。回。十七、72小时。经。十八、需要一半，留下一半。雷。十九、1月1日非今天。明。二十、综合门市。闹。